开机画面，然后中间那个，下一下。这就是我设定好的参数，不能改过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在哪里要他设的呢？这就是对的参数嘛，都是它对应这个嘛。原来的比方说是五，那也改成三嘛。这就是你的对的。对。然后它按照你这个设就对了。是的。003。对。对的嘛。007。然后哪里要他试的最好就指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对付光零。这设置意义吗？对付光零不是。这是试的，对付光零设置意义。这个设置意义啊。接着完了。